的话，我今天跟胡哥，跟潜水服的胡哥，然后来到这边，应该是大安的海边呢。这条路再进去是九轮海钓场。那它原本这间鲜味海鲜，它原本是餐厅，然后它现在里面改钓虾场，然后你 FB 也寻不到啊。那虎哥跟我说，这里有一家带活宝过来钓，那我们进去玩看看，搞它，走。下杆。别说了，现在我们想把老爱讲一的。香蕉啦，哎，哦，香蕉。好，别一口我唔知，一口唔知。下界啊，滚训的。好啦，你自己自己也得等一下，我帮你帮他啊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他那个在那边摸，也摸了。我到那边来，等一下。哎呀，自己自己都一秒。大哥。哦。啊。大哥，好啊。大哥，要他龙气啊！好，我们今天就是用胡哥的下来做钓。我们今天用胡哥的下来做钓，那我们等钓完看好不好。目前钓是不错的，那讯号一直都有。又是屁屁，香蕉搞屁屁耶！啊，对，这家人你啊，这家香蕉搞卡成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多哎。放晴龙麦克。母虾都很大，也很推动，就多大母虾、老母虾、老母虾。Yeah.
是上细只来食。我以为是上细只来食。两只来食。是时候该展现真正的技术。好来啊，叫你卖啦。钓虾搞得跟打撞球一样，还要推杆。可是人生最高境界你不爱。哦，你在旁边冲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那么他们要把这个侧楼买下来，另外高铁开的侧楼，侧楼多的。哎，等一下嘛，我妈的，都是什么？侧楼没有了。在这里呀、啊！坏了，我来点，我老婆只有吃。快点啊！我点多了。各位来啊！继续再跑啊！他一直在跑哦。你有没有吃好啊？不要打劫啊！不可以打劫啊！西东人差，这很差，就是不要马上讲，不要怕
你啊啦！我上中恁一只，是的。我今日练三届啊嘞。啊，一届，四届上中，一届起来啊，三届嘞。下课下OK， 休息。好，等一下再来算虾子哦。现在有两斤多了。OK 啊，观众朋友，那今天我们在国宝在这边，那个鲜味海鲜改餐，鲜味海鲜餐厅，然后改钓虾厅。轩啊，那钓虾厅哦，你钓虾厅哦。其实整体钓下来还蛮贵的，可能池子不是很大。但目前这样看，应该是八竿至十竿就已经满竿。那有兴趣的，或者是住附近的观众朋友，都可以来这边去看看。今天虾体很大，那虾体的部分是看虾车，然后每天在进虾都看虾车的状况，它不一定每次都那么大。今天国宝在这边做我们的清水鱼丝，然后它的虾下掉，然后我们下来看看虾子。还可以。去数看看几只。哇，真的没啊？没真的。你这个怎么都没有？好啊。你到今天你第三头啊？哎，都过去啊。过来。哎，你也看见嘞？靠什么？你有卡呀、啊？我阿无靠，靠十米。十米喎。安尼等于，啊你平下我晒甲少一撮啊，靠十米，安尼偌济？安拄啊好。三斤。两斤半。我们数一下虾子哦。好久，我们看这虾底。可以啊，哦，对，八九十二十三四十五六十七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
7128，钓了28只哦。这个老母虾，这老母虾很大，二公虾也不错哦。哦，今天国宝在这边总共钓了28只，然后2斤半。好、哦、啊，池子真的是蛮小池的啦，大概8只或10只就已经满池了、哦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来钓看看。他们 FB 没有，他们没 FB 没有、哦、那你如果有观众朋友要来的，你可以搜寻一下那个友伦海钓场，鲜味海鲜。好、哦，然后鲜味海鲜，在友伦海钓场附近呐、啊，它外面是鲜味海鲜的那个看板，哦，你们进来就知道了，它是餐厅下去改钓虾池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等一下跟胡师去吃东西。哦。胡哥带国宝来他股东的餐厅，在清水这边，在中山路这边，清水中山路这边，福彦国际创意养生馆哦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一间啊，观众朋友有来这边，来清水这边玩的朋友，哦，有来清水这边玩的朋友，那就可以考虑一下胡哥的股东的餐厅。第二届，大家就拼命，好不好？